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拿起钩针，开始织鞋子的后半部分。这个小鞋子的后半部分呢，第一圈我们是要织短针的。首先还是把这个钩针从这个辫子针里面插入进去，把这个线画在钩针上，绕出来。第一圈呢，我们是要织短针的，这个短针呢要立一个辫子针。大家记住，短针呢是立一个辫子针，长针呢是三个，中长针呢是两个，立一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在这一针里面要织一个短针，就是在立完辫子针的这一针里面，还重新回到这里面来，我们呢织一个短针。刚才织错了，这个短针呢是不用绕线的，直接从这里面插入进去。这样呢，织了一个短针，继续往下面织。这个短针的织法，我再给大家说一遍：钩针呢，从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针上有两个线圈，钩针绕线穿过这两个线圈，就织好了一个短针。继续。接下来的每一针呢，鞋底第一圈，每一针我们都按照这种方法织短针，一直织到这边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。记号扣这一针呢，我们也是要织一个短针的，大家一直往下面织就可以了。第一圈的短针织完之后，钩针绕线，立一个辫子针。第二圈呢，我们还是要织短针，把这个鞋子呢这样反过来。这个第二圈我们在织短针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，这个鞋子呢，这个鞋尾部分呢，我们要进行收针，这样的话呢，鞋尾呢就有一个内扣的效果，这个鞋子呢不容易掉。这个收针在哪收呢？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小鞋子呢，这样稍微的比一下，就是大概在中间位置这儿，用记号扣做一个标记，大概是中间位置就行了。到记号扣这儿的时候呢，我们把两个短针呢并为一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钩第二圈的短针，跟第一圈的方法呢是一样的。每一个辫子针里面呢，钩一个短针，不加不减的往前面钩。关键是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短针的减针。也就是我们要把两个短针并为一针。好了，大家看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记号扣这儿。到记号扣这儿之后呢，把这个记号扣呢取下来。取下来之后，这个记号扣呢，和它下面这一针呢，我们要把这两个短针并为一针。大家来看一下具体的方法。首先呢，还是
钩针从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针上有两个线圈，我们不管它，继续把钩针从下一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钩针上面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的穿过这三个线圈，这样我们就把两个长针并为了一针，也就相当于我们剪了一针。剪完这一针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常的不加不减的往下面勾，一直呢勾到这最后一针这儿就可以了。第二圈短针勾完之后，现在呢我们开始勾第三圈。这个第三圈呢我们还是勾短针，所以首先呢还是立一个辫子针。立完这个辫子针呢之后呢，反过来第三圈我们是不加不减的，每一个辫子针里面呢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到这儿。勾到这儿之后呢，第四圈也是先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不加不减的勾短针，勾到这儿。也就是说第三圈和第四圈呢我们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的。那这两圈呢，短针的勾法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我给大家的演示，我再给大家慢动作做一下。钩针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再绕过这两个线圈，这个呢就是一个短针。那这个第三圈和第四圈呢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，大家自己照着这种方法呢把它勾完。第四圈勾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勾第五圈。第五圈我们要勾长针，所以首先呢要立三个辫子针，两个三个。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，这样反过来开始勾第五圈。这个第五圈呢我们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长针就可以了。钩针绕线，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。钩针上面呢有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，这样勾了一个长针。继续这个第五圈呢就是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长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子，如果觉得自家宝宝的脚丫就是不是特别胖的话，大家可以呢，如果宝宝已经出生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比一下看看，五圈的话呢应该就可以了，但是如果还不够的话呢，我们在这第五圈长针勾完之后呢，可以再往上面再勾一圈长针。那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的话，我就是把第五圈的长针勾完之后呢就不再勾了，开始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带子的勾法。现在呢我们呢先把这个长针，大家呢就照着刚才勾长针的方法，我们呢把它勾到这儿，每个辫子针里面勾一个长针，把它给勾完。勾完之后呢开始加带子。这个第五圈织好之后，我们开始勾带子。这个带子呢我们是把它勾在这边，然后呢扣到这边来，在这儿呢定一个扣子。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演示呢是左边鞋子带子的勾法。首先呢我们要立辫子针，这个辫子针呢16针左右就可以了，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加减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
大家立这个辫子针的时候呢，不要太紧，要稍微松一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十六针。立完这十六针之后呢，我们按住立的第十六个辫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，如果这个鞋带你想勾的稍微宽一些的话，我们呢就按住第十六个辫子，往上面呢立三个，往上面立三个辫子针，再立三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勾成长针。如果想让这个带子稍微窄一些的话，我们呢就按住这十六针，然后呢往上面立一个辫子针，立完这一个辫子针之后呢，重新回到这个十六针里面，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我们把它勾成短针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呢，就是勾短针的方法，勾了一个短针了。第二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再绕过这两个线圈，又勾了一个短针。接下来方法是一样的，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再绕过这两个线圈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，从这中间呢插入进去，勾短针就可以了。现在我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想勾长针的话，怎么勾？这个是我们刚才呢立的辫子针，我们按住呢立的第十六个辫子针，如果是勾长针的话，按住这一针，再往上面立三个辫子针，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，钩针绕线，从按住的这一个辫子里面，第十六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我们呢织长针，绕过两个线圈，再绕过两个线圈，剩下的方法呢就跟织短针呢是一样的。就是我们呢从每一个辫子里面呢钩针绕线进去，织一个长针就可以了，一直呢织到最后。这样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。大家如果想织中长针的话呢，那就是织中长针的话，就是按住立的最后一个辫子，再往上面立两个辫子，然后呢钩针绕线，从按住的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再直接绕过这三个线圈，织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呢第二针也是绕线，从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然后呢直接绕过这三个线圈，这个就是中长针的织法。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把这个带子呢先勾完。这个带子织完之后，我呢是织了短针。织完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第五圈我们不是织了长针吗？这个长针下面反过来看，这个长针呢跟下面这一圈这儿呢有一个洞，我们呢就是直接呢从这个洞里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再绕过这个线圈做一个引拔针。做完这个引拔针之后呢，就是把这个带子呢就固定起来了，这样我们在这个鞋子上呢
再钉一个小扣子。这个小扣子呢，如果真的是短针的话，这个扣子呢就是不能调节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呢就是直接呢把这个扣子呢缝在这上面就行了。如果需要调节的话呢，就把这个扣子拆下来重新再缝。如果大家真的是长针的话呢，那就是可以调节的。现在这个呢是左边的，现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右边的带子怎么勾。把这个拆掉，右边鞋子呢我们要从最后一圈起始位置就开始勾带子，所以呢我把刚才呢勾的第五圈的长针呢也给拆掉了。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，如果大家呢是勾了六圈的话，假如说大家勾了六圈的话，那就是从第六圈的开头那儿，我们呢就开始勾。首先呢也是立辫子起立针，一个两个立十六个，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十六个辫子针，这个方法呢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按住第十六针往上面呢再立三个辫子，我们这一次演示呢勾成长针，立三个辫子，然后呢钩针绕线，从按住的这一针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穿过两个线圈勾一个长针，继续钩针绕线，从下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穿过两个线圈，继续钩针绕线，从辫子里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穿过两个线圈，再穿过两个线圈。我们呢就是照着这种方法把每一个辫子里面的勾都勾一个长针，一直勾到最后一针那儿。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长针，勾完之后呢，大家注意我们把这个带子呢这样转一下，这样转一下，转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按照就是勾长针的方法呢，在这一圈上呢勾一圈长针呢就可以了。直接勾针绕线，从第一个辫子这儿呢插入进去，然后绕线出来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穿过两个线圈，这样呢就把这个带子呢直接呢就勾在这上面了。然后继续这个方法呢就是正常的，我们在每一个长针里面呢，每一个辫子针里面呢都勾一个长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这个带子呢也勾好了，勾在这上面。我们把这一圈呢长针呢给勾完，勾到这儿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难度，我们是不加不减的往前面勾的。这个带子勾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看，这个呢就是右边的鞋子，我们到时候呢在这上面缀一个小扣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个蝴蝶结怎么整理。这个非常简单，大家把这个蝴蝶结呢
从中间折一下，然后两边呢这样翻一下，捏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呢找一段线，剪一段线头，然后呢把它缠一下，绕一下。这个线呢，我呢是已经把这个配好的珍珠呢给穿上去了。大家呢后来再穿也一样。就是这样，多绕几圈。我们可以单绕着一根线。在这上面缠几圈就可以了。缠几圈之后呢，整理一下，是靠中间的位置。好，这样缠了之后呢，我们来把它弄得好看一些，靠中间。好了，这样弄好之后呢，这个珍珠呢穿进去，我呢是提前穿好了，把这个珍珠呢穿进去，材料包里我给大家配了八颗珍珠，足够了。珍珠穿进去之后呢，这样绕一下，这根线呢再绕一下，然后呢这两根线在这后面打一个结，稍微藏一下，这样看不出来，打一个结。然后大家再整理一下，我这个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，大家自己呢再整理一下。整理完了之后呢，把材料包中给大家配好的扣子这样坠在这上面，这样这双鞋子呢非常简约大方的这个蝴蝶结凉鞋呢就完成了。